咩嚟噶？小说啩？咦，唔系喎，刘皇叔写嘅喎。喂，三国嘢嚟噶喎。系咯。但系有满清嘅。咩啊？满清咪三国咯？边三国？咩啊？讲九新界咯，九龙王跟曾造才都冇听过咩料啊？都唔听书嘅真系，读史片嘅友仔。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，唉，真的說起都心悶。大家覺得上面那塊東西像什麼？屎叔少便便。沒錯了，其實就好像我們的未來一樣。屎你是一督屎。你不要唱，你不要唱，不要唱，不要唱。大家不要看香港政府給一棟東西出來好像起了篤屎出來一樣，其實它是一個衛星塔來的。衛星塔、啊、你會吹大一點跟外星人溝通嗎？沒錯了，真的跟外星人溝通。其實呢，香港作為一個星際城市跟外界溝通是少不免的。你不信嗎？問一下路人吧。哎，這位先生、請問這棟東西你知不知道其實起來是跟外星人溝通的？哎，國家機密的東西我們不能說的，唔通個天打個雷落嚟，唔係外星人嚟緊，我又話俾你聽咩？你又有啲道理喎。而家信啦。發神經。其實咧，當年咧，點解政府要起啲舊嘢同外星人溝通呢？就有段故嘅。阿 Pay 啊，喂，高咗嘅，啱啱感應到啲息。哦，我哋言歸正傳，其實咧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每逢初一十五啦，同埋呢個七月十四嘅鬼門關嗰啲開開合合嗰啲時候咧、都有好多外星人喺度聚聚散散咁樣嘅。其實咧，同外星人溝通咧有好多方法，唔單單只係用呢座塔嘅。大家睇下呢個大埔幾多衛星，其實全部都係用嚟同外星人溝通噶。阿Pay你又位翻嘅，我不嬲好靚咁高嘅咩？為咗外星人呢個話題咧，我哋專登捉咗一位路人嚟訪問嘅。呢位路人啊，請問你平時係用咩方法同外星人溝通㗎？微信啊、百度嗰啲咯。但係嗰啲溝通唔到嘅喎。溝通唔到先係外星人啊嘛。溝通唔到先係呢座塔嘅意義。你又啱。其實政府起咗呢一嚿嘢，大家都唔知佢係一個衛星塔。明明政府就係為我哋好，真係好心，我好想同佢哋講多謝。当大家仲谈论紧督屎嘅时候，转眼间十年又过去，我哋已经嚟到呢一把剑嗰度啦。所以话，啲人喺度谂旧屎嘅时候，其实唔使咁失望，因为屎都可以变做把剑。所以话，生命冇希望，前途被重创。妖，唔好讲埋啲无谓嘢。啊，话咁快咧，天色已渐暗啦。我哋私生瘟嘅标童咧都嚟到最后一集啦。不过唔紧要嘅，各位观众朋友咧，如果见到啲任何骑呢嘅地标咧，都欢迎来信俾我哋嘅。咁我哋好快就有新一辑嘅标童做到塔。好，明白。系啦，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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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拉绳啦，我哋。